注意安全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去医院看聂伯伯呢，本来想把咱俩分手的事儿告诉他，但是今天这情况实在不合适。没事，下一次吧，我去跟他说。嗯。我跟你说啊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要是实在实在过不去了，死扛。走了，小心啊，关门了。师傅，咱们下个路口掉头。好的。来了。Mark， 如果当初我没有冲动说分手，现在结局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？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我不懂珍惜你，一种是你不懂珍惜我。还是现在这样好。我们都经历了一些事，都成熟了。